阿弥陀佛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啊。那这个第六十集就是已经两个月播出了，时间真的很快。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，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就是《清净法身佛》。我们常在这个法会啊，同修常会唱这个清净赞，对不对？其实清净法身佛，你本身在唱诵的时候，你要祈请所有的师尊、所有的佛菩萨下降，我们来唱清净赞。清净法身佛，清净法身佛，清净那法身。毗卢遮那佛，圆满报身佛，圆满报身佛，圆满那报身卢舍依那佛，千百亿化佛。千百亿化佛，千百亚化身，释迦牟尼佛，弥勒佛，弥勒一尊佛，弥勒。忘记了，佛极乐世界佛，极乐世界佛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十方三世佛。十方三世佛，十方三世一切一诸佛，毗卢遮那佛，愿力咒杀戒，一切呀国土中。恩转无相论。很抱歉，刚刚有一段怎么突然忘记了。这是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今天是第六十集的播出。哎呀，真的好丢脸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。时间过得真的过得很快哦，我也花钱哦，你们还要按赞呢、不好意思，我下次练好再来。哇，很多同门都上来了，苏生倩以前都很熟哎，今天怎么突然的？还有发来哈，帮 loading 薛丽丽，还有这个苏生的英玲阿燕，对，Jimmy 哈、郭竹根，还有陈默、丹丁啦、李佩桦、娟，Jimmy、SK Gong 哈、还有小金，对不对？还有苏炫、苏根、Gary 炫，嘿，丹美林哈、Les Chan 啊、Jenny、Robert、Shirley 哈、Christine 谢谢大家今天这个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，哎呀，这个。对，不过、我每次做这个读书会完，我回去都会自己再看一遍，因为看有没有讲错话，对不对？像昨天呢、有时候会口误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脑筋里都一直在讲这个故事情节，都一直讲一直讲，结果昨天把河豚讲成海豚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听啊？王宁燕同门给他念成王燕宁，还有那个
这个天上，这个师尊上次在讲水中月嘛，对不对？水中月的诗啊，我们介绍师尊水中月的诗，然后呢讲到说天上一天，人间百年，哦，我讲成人间百日，哈哈，那第二次才讲对啊。这个如果说，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有口误的话，祈请大家原谅。哦，如果是重要的资料，讲错了。Hey, 我会特别在我的脸书更正哦，这个也是我自己必须要注意的地方。这样子蛮有压力的，好，所以那个我也不是说非常完美的，我还是在学习。谢谢大家的包涵哈，哇，他们陆续来问候哦，KCN，还有 Jason 敏，谢谢你们哦。Jenny、John，哈，月凤，哇，Jumi、廖金蝉，哎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今天呢，继续跟大家介绍那个师尊的文集，嘿，师尊的文集，这个是什么？忘忧国的神行，哈，这本书《忘忧国的神行》，这个故事里面很好看的，很多的因果故事。今天呢，我还准备了不同的资料，不同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，昨天，你们知道这个我拿一个东西给你们看哈，你们有看过这个东西吗？这个东西叫做手指陀螺，手指陀螺哈，要叫做指尖陀螺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？上次可以当 DJ，我等一下会放很多的音乐啊，亮亮，还有 Richard、C、Joanne。这个手指陀螺你们有没有看过哈？你用单手拿，然后这样子一按，然后它就一直旋转，对不对？一直旋转，然后呢，你把它拉这样子，然后手放开，然后训练你的集中力，然后再放另外一只手，那还可以调来调去，有很多种用法，这个叫手指陀螺。我那时候在台北的地下街看到，我都没有想买。昨天我弟弟。他突然送我一个哦，那我去查网络，原来手指陀螺是做什么？给忧郁症的人用哦，哟，你孩子最爱哦，年轻人都很会玩这个东西哦，所以你那个想这个照顾小孩，想知道现在年轻人在流行什么东西哦，这个上次给你们看这个，那说原来这个是给忧郁症的人本来在做治疗。然后后来把它好像在台湾地区又把它推广，而且呢，训练人家的什么注意力跟集中力，好、哦、用这个说那个身体那个身心要非常的集中，单手这样滑哦。如果你们想知道手指陀螺，你们可以看那个 YouTube 上面有。不过呢，我们密教里意志集中的方法有很多嘛，对不对？身口意，身是手印。口是念咒，还有意念是观想哦，有的还会发光哦。东汉，哦，Carol 你好，我昨天有练呢，我老弟他练的很厉害，这个又转一转，又转到那边，我只会单手转哦，我只会单手这样拉一下，然后他会转，然后再把手放一下啊，变成这样，我只会第一招而已。哦，你孩子有好几个，哦，下次你就可以哦跟你孩子比赛，看看谁比较厉害哈。等下还有哦，有的还会发光哦。他们就有讲哦，John Wei Fong，Carol Low，约瑟，上师有开示，我们有福了，不必担心压力。这个我会做永恒的记录哎呦，要不要把前面的切掉？啊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就是错了就是错了哦。我以后我这首歌练好之后，下次我会再练好再播放一次给你们听，今天因为准备很多东西啊，从外地刚回来，有的东西有点手忙脚乱的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来介绍今天的忘忧国的神行。第一篇就是善鬼与恶鬼，又要讲鬼，那他们说什么发光跟蓝牙音乐的比较贵，发光的哦，你会玩吗？那个白师兄还是白师姐，你会玩这个吗？好，那不过呢，总比小孩子玩 game 嘛，玩这个就是用这个呢，总比小孩子玩 game 啊，打游戏啊，因为这个也不是伤眼睛，而且可以让意志集中。
嘿，啊，可以看师尊开示，脑子意志集中，观想成为莲花。好，没有，这个只是告诉你们说，年轻人现在流行的东西。那这个第一篇呢，要跟他讲到这个关于善鬼跟恶鬼哈。其实我们的人，你是主张性本善还是主张性本恶？人的那种，其实有去指尖陀螺。可以治疗忧郁症，好想拥有。哦，李佩桦说，你弟弟可能要会经口念佛号手持的转轮，改天把它变成转经轮，看看用转经轮看看。哦，看我的直播，心情非常好，谢谢。那就是说，师尊在神行的时候呢，然后看到有善神跟恶鬼。这个在幽冥界里面善的。就像人嘛，人也有各种，对不对？有黑的，有黄的，有白的，有红的，对不对？主张人性本善哦，人也有很多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说阴间幽冥界，它也是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众生。那师尊在神行的时候，看到了很多的善神，也看到了很多的恶鬼，实在太多。那师尊讲无形的那种鬼神界，形形色色的。比我们人类还要多，所以呢，更有趣的是讲物以类聚，就是说你是什么心，你是善的心就聚集了善的神，你是不是你啊？就有人他的心比较容易发怒、计较、嫉妒、八卦是非，聚集的就是比较恶的鬼。所以呢，他说有一次啊，师尊就看到了几个凶恶的鬼，哇，然后呢？躲闪到一户人家，后来师尊就知道这户人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。哦，原来呢，他的一个儿子借酒装疯，嘿，刚刚那个佛经很轻快哈。那个儿子呢，借酒装疯啊，把这个父母给他，因为跟父母要钱，那这个儿子呢，借酒装疯，哦，跟父母说，哇，我要钱呐，然后那个父母不答应呢，就把父母杀了。那他旁边就有很多的恶鬼，嘿，那做出了杀父杀母的这种忤逆的这个事情。所以师尊就看到说，凡念头一生他的恶念一生出来，他的那个什么凶恶的鬼就来附了，Orient 蛋上师晚安嘿。水莲师姐住台北嘛？若台北可以送你一个 哦。刚才佛曲很熟，最轻快的一个上师呀，王灵燕万里 CK on，谢谢大家的问候，嘿，大咪咕。好，所以呢，当师尊还有师尊呢，去哪里？去那个Las Vegas 你们有没有去赌城？我看马来西亚有赌城嘛，对不对？马来西亚是在金马伦是不是？金马伦的那附近是不是有个赌城？新加坡也有赌城，对不对？那赌城里面呢，哇，霓虹灯光非常的灿烂。虽然讲里面有很多鬼，赌鬼进进出出的，进去又出来，进进出来。其实那赌城的鬼是最多的哦，你以为很热闹哇，人很多，阳气最旺，其实。我听人家说那个赌城有的，还有人跳楼的，对啊，云顶啊，对啦，就是那个云顶，云顶是在哪里呀、啊？我突然忘记云顶在哪里。Amy Lotus 马来西亚是在云顶，对不对？宣贯，云顶是在什么地区？是在吉隆坡还是在怡保还是在什么地区？等一下你们记得帮我写下来哦。马来西亚对，你们去过吗？有去过云顶吗？以前我刚来马来西亚的时候，同门有带我过，在吉隆坡，同门有带我去一次，好像我们没有玩。有一个同门说，那个很好闭关哦，因为上面是山上，空气很好，不过呢，我那次好像去那边念尊胜咒，我觉得那边的，好像不大，那个气场不论是善鬼或者恶鬼，同门讲。不论是善鬼或者恶鬼，最重要是做一个好鬼。哦，我觉得那个赌场的那个地方的
的气，你们觉得说五光十色，好像阳气很重，其实是阴气最重。所以呢，我去赌场，他们我也不知道说，他们就带我去啊，我去那边我看好像不大，阳气好像不大好，所以我就念很多尊胜咒，嗡布隆梭哈，嗡阿弥达埃拉达德梭哈，哦。那师尊说呢，他在赌场看到什么？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，韩国的华克山庄一样，看到很多的赌鬼出入。哇，住在新加坡哈，同门哎，水莲住在新加坡，是在彭亨州，不是属于吉隆坡。哇，现在你们终于真相大白，云顶是在哪里？哦，然后呢，师尊也看到什么？看到那个什么？天神他下降，为什么天神下降呢？天神哦，很安静的哦，在下降到一个僧人的旁边。那个僧人原来是修行，有修行有境界的，然后呢，有善神给僧人还灌顶，太棒了，终于可以上线听到，然后呢，由顶上灌入，如同灌顶。那又有善神给僧人披上很清凉的衣裳，天衣也是。又有善神，给僧人送上璎珞，然后呢，挂在僧人的身上。然后呢，师尊就看到什么啊？佛菩萨来了，那佛也来了，菩萨也来了。佛呢持莲台，请僧人上那个莲台。那僧人就跟师尊微微一笑，然后就升天去了，所以这个你今天修法对不对？那你是旁边有什么？你问我旁边有什么？我问你旁边有什么？我们今天在读师尊文集，我们自己的旁边又有什么？其实呢，这个师尊讲物以类聚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可能很不懂嘛，但是就觉得，有时候我们看到亲人他想要跟你沟通，但是他有时候讲话就是，比较不知道要跟家里的人能够讲什么话，就只好用批评的话来讲，讲这个东家长西家短，然后变成家里的新闻，有的家族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，会用好像一些闲聊，然后来变成是家里的一个沟通的情况。那我们今天已经学佛了，也知道戒律了，对不对？那像这样子的，只能帮家里的，对不对？就是用比较。转移话题怎么样？跟他们转移话题，或者是讲一讲这个最近发生的新闻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最近好像有宗教界的新闻啊，说比如说台湾地区，好像那个有一个新闻，好像有人要管宗教方面的事情，包括宗教团体。以后也要纳入列管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又收到一个新闻，说那个是别人散播的，在赖的群组，然后散播，那个当地的政府要去管理宗教的事情，然后说是又散播的，那也有一些新闻是值得去思考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不用去。在大家闲聊的时候，比较不要去讲一些这个人的是非，讲一讲新闻，有时候了解一下时事，对不对？师尊在这个圆桌问世的时候，那弟子就会问师尊未来的经济怎么样？国家又怎么样？那个地方又怎么样？这个地方又怎么样？但是后来你打开新闻。是说五圆桌问世，讲说新的一年的运势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新的一年会有一点火药味，然后过了不久你就看到新闻，新闻真的有火药味啊！哪一个国家就发射飞弹，哪一个国家就开始讲大话，哪一个国家说你要跟我贸易，不然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总比讲那些是非非的好。
那人的一种沟通就是一种习惯，尽量能够用比较不要针对人身攻击的那种对话方式，包括家族里面，我觉得会好、哦、会比较。等一下我们介绍一篇文章，就是关于人的那个星光，因为有时候讲批评的话讲习惯了，会觉得说讲习惯的话会觉得说那个就是正常。在阿含经里面，如果你看到那个佛典，阿含经释迦牟尼佛甚至告诉弟子聚在一起不可以讲没有意义的话，在阿含经里面它有很多的戒律，但是有些人他不懂得佛理，会这样子很自然而然讲。他说那个隔壁的阿花也是这样讲，阿雄他家也是这样讲，那我们家也一起讲，干嘛那么紧张？是不是？我们就用比较其他比较无关的东西来转移话题。但是如果说家里面的人比较有佛缘的话，就把师尊的一些故事、一些事件或者一些开示来跟家里的人分享，那个是真的是最好的。所以呢，哎，口业太可怕了。哇，上课迟到了，月份。好，这个就是善鬼跟恶鬼。如果说你一家人常常讲这些是是非非的，也会你家里的善神看会不会来，那恶鬼会不会来，自己看看就知道。有时候做哑巴的比较好。对啊，就是这个也是我也是蛮伤脑筋的。因为呢有一家人不一定每个都学佛，有几个学佛，有几个就是不喜欢学佛的，那这个都混在一起，然后又不能吵架，然后又要很婉转的沟通，这个真的是要有很大的技巧。所以可以比较无关大雅的，不要伤到和气的，就是看一看新闻，了解一下新闻啊时事，然后如果能够切入佛法，那就是真的更好哈。多念咒，少说话。对呀、啊，好，那下一篇呢，跟大家讲的是这个，心中的香。你知道说人有事情嘛，那都要求这个两头香，你知道那个香可以点前面跟后面两头，然后那个神就过来了，这个叫两头香。那个哇，丹蒂那种真的很痛苦哦。王度的师兄师姐大家好，认同哦。不过就是说，我们知道有的人是这样子啊，对宗教他很热衷嘛，那也知道戒律，也知道一些什么该做的不该做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知道了之后，又怎么去融入自己的家庭？因为家庭人他不一定会跟你这么亲近的，在学佛法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融入这个家庭，真的是要有很大的那种观察力跟智慧。有时候既然容许自己有一段时间的成长，那家里的人也是等待他们的那种观察家里人的优点，或者用转移的。有人讲说那个点两头香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讲点过两头香，他人讲是非别加进去，持咒就更好。对啊，上次你好你好，叶文玲，因为呢这个以前我们家开药店嘛，然后来的客人很多，其实我刚刚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讲，说我遇到的看到的，就是以前我们家是开中药店，然后来的客人很多，那客人会跟我们家里人讲这个讲东讲西的，那你这个要接待客人嘛，就陪他们讲，有的还批评到这个政治上的事情，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常常我常念经祈求活菩萨回向，他只是一听哇，他们很多都讲的实在是讲得很激动啊，尤其是讲那个政治上的议题，哇，讲得很激动啊，哪一个党怎么样，哪一个党怎么样，我实在是
大家知道嘛，这个一个团体、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，的共同的因缘，这个就是一种因缘嘛。那因缘就是这样，很多人就选这个党嘛，就是因缘到就是选那个党啊。其实这个一事当官，九事当牛，都各有因果，所以想办法去学佛之后，还是要想办法融入家庭啊，不能说因为学佛了之后，善恶不两立，是非不两立哦，要想办法去看怎么样去跟家里人沟通圆融会比较好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有人祈求说求神明帮忙，那个有一次师尊呢就跟那个神明嘛在讲话哦，那个神明还没有那个师尊还没讲，那个神就从不就出去了，然后师尊就问那个神明啊，你今天有什么事啊？为什么这么忙啊？那个神明就讲，我今天有人点了2头香，哇，一个香对不对？这个，哎呦，我这香身这样3香脚，对不对？香到前面2边都点了，哎，所以要点2头香哦，神明会知道，虚空中的神明会知道。好，神明就急急的出去。那又有一次，师尊呢，在一个洞天福地的地方，跟一个神将，在讲，讲那个谈道啊，讲道理。突然，来了一阵香袭，也是一阵香袭。那个神将，师尊就问啊，这个神将，是2头香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神将就讲说是有2头香。那师尊讲说，那你是不是有事情要办？那个神将有没有去办呢？没有，他说这个人不守戒，要犯戒，又讲八卦，讲是非，对不对？神将不帮忙，所以我就想说要让这个家庭能够和好和谐。那有时候把这个故事也跟家里人分享，看看他们的想法或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不是那边紧张啊，或者针对人生来讨论这个对那个错，你就能够得到解决。天上的神明，人在做啦，人在做，天在看嘛，对不对？举头3尺有神明。虽然自己知道说是事情是怎么样，但是呢，虚空中也有鬼神。那事情的发生其实有很多的因果，背后很多的因果，有很多的因缘，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。但是如果凡事都是用一种很抱怨的态度抱怨这个不好，抱怨那个不对然后说那个人对不起我，那个人其实他的心有多坏，一直讲，或者那个心里常常很小气，很容易计较，这种人点2头香，那个神会来吗？你有读过这本书，对不对？那个姜维凤，还有明真，所以这个神将就讲，这个点烧2头香的，平常连敬神、敬天、敬天神的心都没有，信佛是信佛，但是没有敬师重法实修，而且呢还多次犯淫戒、犯色戒，过失太大的，等事情发生了才要求神将啊，求这个天神帮忙，神将才不理。不过我就觉得说当神将也很辛苦啊。那你说什么时候求佛菩萨啊？贡品啊，供一点点。其实神我觉得好像神明是义工，他有难道他有义务来帮我们众生祈愿，然后就满我们的愿吗？有时候我们都会说，哎呀，这个神怎么没有保佑我啊？这个神怎么没有来给我怎么样加持或要求的哦？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，哎呀，那个神将是不是义工？你求他，他就要帮你。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，其实要有感恩的心呢。我觉得佛菩萨不一定有义务要帮我们了。对不对？我是说我们这样子想啊，当然佛菩萨他是很慈悲，可是有时候我们反过来想一想，这些天上的神明佛菩萨真的有义务要来帮我们吗？我们自己
平常的心念怎么样，修得怎么样。如果没有自省，常常自己反省，没有自己检讨，然后呢，很多事情就说啊，那个神明不保佑我啊，神明那个没有守护我啊，把这个责任都怪给神明，也是很不公平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心中的香这篇文章，神将其实他还是继续在爱护众生，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值得天上的神将守护的人，我们值不值得，值不值得人家守护啊？如果有这样的想，有这样的想法，才会生出忏悔的心跟惭愧的心，哦，所以这个你看，这个人就是犯也没有净思重法实修，然后又犯戒，对不对？要点两头香，神将他当然不来哦。所以神将讲说，你那个点两头香，那个人点就算点了两头香，也是无效，也是没有效。哦，那师尊讲如何才有效？哦，神将就讲。不放纵自己，嘿，这种人心中自然有香，心中自然有香的人，善神自然会护持，善神、哦、就会鉴察，早已知之。这等人、哦、若烧了两头香，就是急急如律令的、哦、所以、哎、还是在修正自己的心念、哎、有些事情不是说我常常顺我们的意，以前我自己也会也会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哪一个人的动机。我很喜欢观察众生的一些这个事情发生，很多人都看结果这个结果发生了什么结果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去观察这个事情为什么会造成的原因跟动机。那因为呢，那常常这样看之后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个人的心、哦哎、第一个很无常，第二个很不定，第三个那个我都比较强、哎、自我的心会比较强。那自己观察了之后，就会产生自己以前也会产生一种很批判的心、哦、也会觉得说很不以为然，然后也会很讨厌、啊哦、以前也会，对啊，过程很重要。所以我在跟大家讲说，我在过去成长的过程、哦、有败就有波比，真的每一天都、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在经过自己以前在常常观察的情况之下，然后有时候会觉得真的人性本恶，然后会产生厌恶的心，然后会去甚至自己也会去批评，然后会去厌恶一些人一些事情。后来呢，再进一步读师尊的文集，然后呢师尊的佛理，然后慢慢再去沉淀、哦、因为呢很多事情背后有很多的因果，那就算是现在这个因果呢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呢做了这个事情变成说众生因为不了解因果，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慢慢会学习说用比较怜悯的心去看，而不是用是非对错的心来看。所以我就觉得说学佛的那个戒律、哦、是在戒自己的心，然后呢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，或者在判断一些事情的时候，知道了众生的动机，知道了众生的那个我非常的强，但是呢慢慢的那种厌恶跟嫌弃的心会慢慢淡化、哦、因为呢你看到的师尊的爱，看到了很多佛菩萨对众生为什么这么包容，为什么那么容易原谅众生，原来这些众生还在历练，还在一个历练的过程里面，他还在，而且他的这个历练、哦、是会让他有未来会有一些挫折、哦、就像自己在成长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挫折的事情发生，所以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成长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只有学习悲悯，会比较用悲悯的心来看众生、
哦，所以你会看到有些新闻的事件啊，那个发生的这个人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，好像很可恶，呵呵，很坏。可是有谁知道说他在成长的背景里面，他遭遇了什么事情？哎，学习饥饿，不必如仇，不必如仇，哎，对不对？哇，还有连景哈，哎呀，迟到了，要有正念。爸爸要往生时，我要点2头香，祈请世尊加持，哎。有时候这个东西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解，跟大家解释啊。修行哦，先持戒，戒就是只能戒自己，实在没有办法戒众生。对啊，有些众生真的是，无论怎么讲，他就是不守戒；无论怎么讲，他就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跟看法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也不用太坚持。这个对跟错，我们只能说渐渐的再去观察，这样子比较没有那种批判性的，哦，所以呢，但是呢，神将哦，他在看这些众生，哦，守戒的神将还是继续守护。那神将讲说，放纵的众生，不放纵的自己，这种人才有自然的心的心中的香。那放纵的不守戒的，心中没有香，神将他就不会守护。那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，还是会有一些万一有一些临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要面对的挫折跟考验，哦，就是他放纵的代价。所以，既然这种他即将面对放纵的代价，哦。我觉得说也是一种悲悯，觉得说，哎呀，他要会面对这些苦，哦，慢慢的就了解我要讲的，哦，虽然说修行要以孝顺父母为重，人一出生不可能自己存活下来，要有孝心，哦，佛天会派护法神守护着你，孝顺父母就像礼拜做菩萨一样，要修行哈，要孝顺自己的父母，很多问题是看人愿不愿意去改自己。对啊，人其实人的自我的心是很强的，而且强到什么程度，知道？很刚强，而且不听劝的，那不听劝还是要跟他好，不能说他不听劝，他只要不是说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气啦，他是有时候他是不听劝的，可能我们不是。他我们不是那个他命中能够帮他的贵人，可能我们不是他的贵人，他另外有其他的贵人，那他将来会有因缘，那个贵人出现了，讲了他才会听，那我们暂时不是，有时候这样想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上师请问佛菩萨为什么呢？原谅众生的错，佛菩萨他。看因果，这个众生犯的错，有时候是累劫累世的习气，也都累劫累世啊。比如说，那个人很容易发怒，对不对？他发怒不是这一世，有时候好几世他就是这样。有人他有那个，你看新闻事件，有人他那个喜欢去摸女生，对不对？他有那种这种怪癖啊，那种也是好几世。累劫累世带来的习气，所以佛菩萨因为看到众生，不是看这一世，是看很多世之前，还有看很多世之后，对不对？他如果这个习气不改，在将来他还是会面对。所以你说这种习气，如果万一很严重的话，将来他有灾难，心中没有香，一放纵自己，神降不来，他怎么办？我们是替这样的人。悲悯跟担心，好，刚强众生很难度。你看《地藏经》啊，释迦牟尼佛讲那个众生刚强难度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既然他将来会面对的这一些因果的时候，现在学佛了，我觉得说也没什么好生气，反而会替他们担心，真的是很担心。但是怎么办？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念回向偈嘛？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见佛了生死，如佛度一切。
这个回向偈哈，我觉得是很有感情的，因为呢，众生就是因为有这种很刚强的个性，当人呐、啊，人都有一种很我执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有一种很刚强的个性，这种刚强的个性不是这一世哦，是累劫累世带来的，因为他在过去世还没有修正无我，所以这一世他面对的这些。自己这个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嘞，很大的课题耶，对不对啊？不愿意谦卑嘛，啊，其有的很爱面子嘛，有的是明明很好的建议，但是他觉得说先按照自己的个性再讲，就是各种的我都会有出现呢。那你这一世没有考通过，来世还是？继续要一直修，所以为什么说有些人他那个灾难一直来，一直来？怎么修了，一直都没有把它化掉，因为那个我还很强，我执的固执还很强，或者欲望还很强，还没有办法把习气把它修掉、转掉。所以你说这种神将讲纵欲的人，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他说没有纵欲的人，那种心中的香，神将才愿意救。你看看这一句啊，我念给大家听。神将说，不放纵自己的人，此等人心中自然有香，心中自然有香的人，善神自然护持，诸神见察早已知之。此等人若烧两头香，就是急急如律令了。哇，所以自己还在学习嘛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们给自己打多少分数。以前师尊有讲说那个好像是问药师金母嘛，药师金母给师尊打几分，对不对？这个打60分，这个打几分，这个、打几分？有诶，哦，那所以我们这种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还是很惭愧耶，所以为什么拜忏？因为拜忏没有那种惭愧的心，还以为说自己修得很好，那个我还很强，欲望还有，对不对？那个在神将的眼里面，我们是不是没有心香的人，在他们的眼中，对呀，我会替人家担心，我就替人家担心哦，比抱怨人会好哦。我们先把这个心境这样子调整，因为我有时候有看到有一些人他会很强的抱怨哦，那很强的抱怨，我是觉得说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这样子过程来的哦，然后。用悲悯来代替抱怨，那么我们旁边的守护神就不会那么糟糕，是不是？我这样讲，我不知道说有没有讲得很清楚啊，因为是把自己的心中的感受都用。对，像今天那个清净站啊，其实我今天去了哪里？从外面刚回来啊，去那个故宫博物院，还在研究画。哦，一到我就去看那个画，历代的一些有名的画，然后哇，走到一整天，到刚刚才回来，我以为清净站很熟了啊，结果其中有一段居然漏掉了，我真的也是跟大家很抱歉，我既然要做的话，我就要做得最好，我不是完美主义，但是我自己觉得说有缺点，我就要承认说这个不是我。不是我应该要犯的错误。我希望20分乘以低，啊，算是开示哈，让我们大家修人格改自己。拜忏时内心会哭是好还是不好？还是坏？内心会哭是好的啊，因为你有真心的忏悔嘛。你不会拜忏的说啊，这个活该。你不会说啊，这个都别人的错。你心中有那种。惭愧的心，所以我觉得基督教它有一个修法很好，基督教，我今天有准备的配音，基督教啊，在。
拜忏啊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们有忏悔耶，哇，然后他们就祷告啊，哇，主耶稣啊，这个都是我的错啊，我白天做错什么，我做到哪里，我的心怎么样，然后他们默默的跟那个神明讲出来耶。嘿，我觉得那个基督教的那种忏悔法是非常的落实的啊，当然起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是基督教他们会有这种忏悔的心，因为以前我也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了，你说拜忏啊，今天要拜忏，要念百字明咒，对不对？要修真火宝忏什么？你拜忏，你就专注在很专注这种拜忏的，你要去了解说你在做的这个事情，他应该要怎么样再做得更深入，对不对？那你已经很努力了，还做不好，那个就不是，就也要把它放下。但是呢，你一点都不努力，就做不好的话，那这个真的要忏悔，对不对？人要精进修正自己，勇闯三关，前关、情关、前关及全关，名利关，对不对？认同。敏真说，修行越高，更要像稻子一样长得越饱满，头要越垂越低，还要一直认真努力的实修。要是骄傲的话，就会变成魔的点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敏真，其实你们体悟都很好啊，对不对？认同，感谢，应该原谅。这个上次开始让我们大家修人格改自己，希望白王席是不是？希望我有20分乘以低，好，感恩上师的劝导开始，施比受更有福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神将讲的这一段，不放纵自己的人，他们为什么会当神将？其实是有一个很正直的心，那个心真的是，他也不会要求别人，但是他对自己的那一种规律，那种欲望很少，然后呢，不会随便犯戒，很珍惜自己的洁身自爱的那种正义，还有戒律非常的强。神将虽然是也会现愤怒相，外表愤怒，可是内心是很慈悲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个心中的香啊，我们也要感恩师尊，感恩所有虚空中的神将，不辞辛劳的来帮助众生。不管我们有没有点两头香，不管我们是不是你心中具有资格点两头香的人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跟神将忏悔，跟我们的神将，这个不动明王、慧济金刚、玛哈嘎拉四大天王，天龙八部所有的神将，深深表达我们内心对你们的敬意，对不对？尤其那个笑面鬼王，哇，不动明王，对不对？在去年10月3号还特别守护师尊，对不对？十轮金刚、大威德金刚也是常常守护师尊。我们还要感谢虚空中的神将，帮助我们真佛中弘法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戒神啊，大消灭鬼王，麻利之天也是我们生活中的护法嘛。我真的对那些神将，我觉得好像我们不具资格跟他要求什么，那但是呢，祈请他怜悯更多的众生，虽然他还有习气，虽然他还在学习，那虽然他这个可能也会做一些犯戒的小习性，对不对？希望所有虚空中的神将能够奋力起来，引导更多的众生有佛缘，能够遇到善知识，能够有对的人把他的众生的习性给他建议修正，然后愿意听。这神将希望你对所有的众生密加神力，让所有的众生全部守戒。我不知道这样子的回向怎么样那我们自己将来都很惭愧，我们不是神将，值得神将守护的人，但是我们还是祈求
厚颜，脸皮比较厚的祈请虚空中的神将继续守护所有一切的众生，祈请虚空中的神将守护我们莲生活文集读书会所有的同门，祈请虚空中的神将守护我们的根本传承上师，守护真佛宗派，守护一切愿意精进的人，守护一切正直的人、善人，然后，一些还在修行、还在那个左右不定的，祈求神将能够让他的心精进，然后坚定，不受诱惑，然后像你们那样的正直。我告诉你，很多同门问回向文是怎么样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回向文，哦，对不对？不是。那个什么，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，对不对？刚刚的那个那些祈愿是我发自内心，发自内心。那我以前看到的这些众生，那我产生了一种很真心的来祈求的回向，感恩神将，对不对？感恩大家，希望神将摄召我们很多的同门读师尊的书，能够开悟很快，哦，比我快，比我好，比我聪明，比我智慧，比我更光明，哦，谢谢师尊跟神像，这个就是心中的香，哎，跟大家分享，所以很开心呢，这个读书会，哦，所以呢，师尊就结那个印啊，勾招，他说如果结密中密，心中心印又如何，对不对？我说神将，你说那个众生心中有香，你才要帮忙。那如果结那个什么密中密，心中心印啊，师尊有传，不过那个要师父亲传的，对不对？那那个神将就讲啊，密中密啊，心中心印啊，非人不传啊，就是不是那种真正修行的人，修行不够的还不随便传，哦，一定要传给正人君子。哎，我是真是最慈悲的，其实他传 很多弟子，哦，真善之士心中有香，在神将的眼中，哦，真正善心的人他的心中有香。你看那个虚空中的神明，谢谢上师，感恩上师开示啊，对对啊，感恩神将，哎，哦，我低调。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也是横冲直撞啊，哎，现在我不敢。所以我明白了，哦，所以说他明白了，祈愿天下众生个个都是真善之士，哦，真善美嘛，真善之士，个个修行守戒，将贪嗔痴化为戒定慧，祈愿天下众生人人心中有香，只一烧香众护法都会感应。所以你现在就知道说什么叫做点香了，对不对？下一篇呢讲到圣言圣行，好，第22页，还有一篇可能讲不完的。所以师尊讲到这个谨言圣行，刚刚我就讲说啊，你遇到了周围的人在讲一些批判的话，怎么样？那师尊在神行的时候呢，他知道说有五个什么，五个文昌，比如说文昌帝君就是善光佛，对不对？关公呢，关圣帝君就是关公，福佑帝君就是吕祖，对不对？吕洞宾，朱衣星君就是朱熹，还有魁斗星君，魁星剃头的魁星，尤其是我们要考试啊，对不对？名列前茅呢，就是那个魁星，对不对？魁星剃斗，这五个呢是称为五文昌哦。那在这个题目叫做圣言圣行，很重要，就是讲话要非常的谨慎，很重要，看的人会怕，你知道？师尊有一次就是遇到了谁哦？这五文昌里面的朱衣星君哦，朱熹。哎，朱熹是不是宋朝的理学家？也是非常有，非常有智慧的圣人。那这位朱熹星君呢，就告诉师尊，叫师尊
写作要谨慎一些。我们师尊已经是阿弥陀佛了，写作还要再谨慎。如果师尊写作要谨慎哦，我看我们全部头要低下来了，对不对？算是笑容可掬，把心融化，谢谢啊！感恩十二要叉神将哦，连回去都要感恩你们的护法，对不对？上次的回向，感恩神将，感恩开始，对啊，祈愿要发出内心，其实真正的回向啊。对不对？你念回向偈，那还有你对众生的那种感情，对佛菩萨的感情，都是一种回向。嘿，你那种回向哦，你自己都能够感动，那你说神仙不感动嘛？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啊，这个注意心经教师尊写作写书要小心，要谨慎。不要得罪人，就算对了，嘿嘿，对了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讲那个对错的问题，哦，你看那师尊就跟注意心经说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哦，注意心经哦，他就讲他以他自己为例子哦，他说哦，他当年是大学问家，自以为是，创立了学派，却也批评了别的学派。原来自己头上有32颗星光，哦，星星的星，哦，光明的光，哎，由于批判他人，竟然少了十二颗，哇，哎，成了20颗星光，哇，这个批判完，哦，不知道能不能忏悔再回来哈，哦，这样批判本来32颗变成20颗，哦。那师尊呢？数了数朱熹头上的光，哇，居然只剩下20颗，师尊就吓了一跳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是哇，来一点雷声，哦，所以呢，朱熹夫子就讲啊，哦，批判的不应该批判的，人都有错，哎，所以呢，万一批评的。哎，讲的那人家在批评，那你为了要跟他公关，你也跟着这个人家去批评，自己的星光还是会少啊，哦，所以听了哦，那师尊听了都流汗，哦，所以想一想，师尊他也是一个很谦卑、很低调的人，他不会说因为他今天哦创立了真佛宗派，然后他就觉得哇自己什么都对。对不对？他自己也会自省呢。他觉得说，哇，那个朱一新君神明都这样跟他讲了，他自己马上会反省。哦，他说想一想自己当初出道，那被很多人围剿，嘿，由于自己具有天眼，对不对？年轻气盛，少不更事，然后被很多人这样子批判，那人批判师尊也会再把他讲回去，对不对？意气风发，一夫当关，众夫莫敌，对不对？师尊其实他是对的，可是呢，当别人在批评，因为别人他师尊有天眼，别人没有天眼，那没有天眼的人，呵呵，他就把这个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哦，他也会觉得说你这个。我修了10年、20年、30年都没有这个境界，哎，这个卢师尊，这个这么年轻的，这样子修就有这个可以见到阿弥陀，可以见到麻瓦双莲师，哪有这样的事？一定是入魔了，比如说讲这样，是不是？然后又有一些批判的话，听了是真的会让人难过。所以师尊在前一阵子不是在大白莲花童子的同修嘛？他说："哎，唐朝就有什么莲花童子的偈嘛，对不对？莲花童子见金仙这个偈嘛，敦煌是不是314还是316的石窟？哦，就有很多的莲花童子，那个是已经最近这几年发现的，可是当初没有人发现，对不对？那个偈啊，那个莲花童子，敦煌石窟那个莲花童子，还是中国大陆那边研究出来的。"可是当初没有人研究这个，也没有人提出莲花童子的理论，好、哦，那，哦，又那些人好像又饱读佛典，好像是饱读佛典，没听过，然后又听师尊讲，哇，又给他批判，那但是师尊又是真实见到的，所以遇到这种事情，
被人家冤枉，所以啊，世尊说他自己也是认为自己有天眼，也会意气风发，所以世尊就说，那诸一心君，我少了几颗星星，诸一心君，就哈哈大笑，跟卢世尊说，你自己算算，你头上有几颗，哇！所以呢，世尊最后说：“我知道我是莲花童子转世来娑婆世界度众生，以写作度人为主，一生为人心存悯宽恕，成为真佛宗的创办人，但是仍然被夺走星光，也犯下了口业跟鼻业。我替世尊很心疼。”连我这样的人都免不了犯错，这怎么办？实在惭愧得很。你看我们自己的师父，都明明自己没有错，明明自己被人家冤枉毁谤，他自己都还要再很惭愧，还要跟大家讲，他也是犯下口业，犯下这个业障。那何况是我们？我们犯的业，造的罪还要更多。所以世尊很骇然，那朱熹夫子说：“五戒之一戒妄语是真实的，要发漏忏悔。”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哇，又11点了，又有一篇没有讲，下次再跟大家讲。所以，我们呢，跟师尊一起唱《南无阿弥陀佛》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亲爱的同门，今天我们读了这些文章，对不对？要慎言慎行，要注意讲话，还有这个戒律的，还有心中的香，对不对？还有善神恶神，虚空中的这些法界的这些戒律，给我们心中产生了什么样的警惕，产生了什么样的醒思？以后还认为自己怎么样吗？还是惭愧自己怎么样？让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，我们告别过去，在这个读书会的时候，我们重新认识自己，在这个读书会，我们重新更加的爱众生，更加的悲悯众生，更加的感恩世尊佛菩萨护法。愿在这个读书会，我们一起成长。给师尊敬礼，谢谢师尊的开示，的书啊，谢谢师尊的书，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心得来分享。对呀，爱师德路，亚比，布灵布灵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晚上10点台湾时间，继续收看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。大家再见。